他结婚了，耶、第一次跟相关的这种幸福产业合作跨界，非常的开心。一辈子一个美丽的婚礼，我能贡献什么？所以我一直在思考，从视觉，从听觉，一定要给所有的新人非常难忘的，而且温馨的，然后幸福的一个场面。这就是这次跨界最重要的宗旨。这次的金奖团队呢，我非常的骄傲，引以自豪。音乐的部分是金曲奖的得主陈珊妮老师，视觉的部分我找来方旭中老师，他跟张惠妹很多的艺人都合作过，而且入围金曲奖。他的作品呢，有各种各种的设计感，不管是华人的风格，或是西方的简约线条，在穿插的这些元素当中呢，他把它组合得非常的完美。这一年以来，很开心能够认识了华漾的婚庆团队，他们非常的细心、热情，而且很有爱。办一个婚礼就是要这样子啊，我们必须让客人宾至如归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充满爱的场合当中，每一个小地方都感觉到幸福，感觉到温暖。不管是小小的甜点、桌上的立牌，或者说是他们的制服，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气势。总之，这个团队就是要为大家一起打造幸福的一刻，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他们，支持他们。我是黄子佼，他们是华漾婚庆团队，我们就是你圆满幸福的推手。